那都有这么多衣服，为啥天天买新衣服啊？女人都这样，周淼淼的衣服都已经占领我的衣柜了，还说没衣服穿呢。女人嘛，哎，我们要找就快找吧。嗯，哎，这个不错。恭喜远山同学手术成功。回来了。哎，那个，给我，你这件不是这么穿的，小了，你换一件。你穿这个，这个太短了吧？这件不行。哎，可以的。哇，这件这么好看，平时没见他穿过。我这件哪一件？有点恶心。啊，你看，是不是？什么鬼啊？这个是不是太松了？哎，这样可以，穿不下去。你看我的，这件怎么样？你们疯了啊？你们是不是都疯了？马上给我出去！真不巧，我最后那两块都做给孩子们吃的。这下次再做回心转意豆腐的时候，第一个拿给你。老板娘，告辞了啊。虽然很想帮你们夫妻团圆，但我姐没想明白，我也不好插手啊。
钥匙？哦，这事儿您就别麻烦了，我有计划。嗯，就这样。你说这远山一世把咱俩约到他家来写作业，他自己人不知道哪去了。是啊，我都等困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干嘛去了你？吴兄弟丢了。啊？去哪儿了你？嗯？我是来告诉
大叔，大叔，安娜，愣啥呢？啊，没事儿。今儿生意不好啊？哦，就一个客人点了个浪子回头豆腐，吃一半还走了。就是他。嗯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味道还可以呀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有进步啊。哎，难道说客人吃一半就浪子回头了？大和叔，做生意呢是要讲营业方式的，像咱们这样天天等着客人上门太被动了。那咋办呢？那要是上门推销的话我也做得来。小客，老师再见。走走走。啊！哇！哇！哎，木木，你怎么了？木木，啊！快去医务室。来来，快！快快快！你怎么还学会抽烟了？这不是烟，是饼干，尝尝，吃点甜。现实不是这样的。嗯，木木，嗯，哎，木木，没事没事吧？我自己能走。你走。今天继续按照计划做体能训练，大家准备吧。我说，体能训练除了跑圈就没别的了，这三天来都跑了几万米。那今天练习蛙跳。我不跳。昨天跑步腿跟抽了筋似的，今天指不定得骨折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负责数数吧。你还是算了吧，数数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太难了。行，我不玩了，不玩了。站住，我想你。上场比赛输给远山小，你就没有反思一下自己吗？瞧给远山小队乐呵的，技不如人，
有什么可反思的？是小队技不如人，还是你技不如人？罗小你，根据天一小队队规第六章第25条，队员如若对队长提出质疑，队长可申请职位互换。从明天开始，每个人轮流做一天队长，在此期间我们可以互相进行评估，轮值结束后我们再选新队长。我看你是害怕了吧，怕老师撤你的职，最后落下一个只剩最差天一小队队长的名号。罗小，过分了。戏真多。华远杯正在评选最酷之盖大赛，咱们今天输给了天一小队。很正常。我不甘心。哎，一航。尹老师要我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做影响不好。昨天的那娱乐就挺危险的。哦，我去改。小吴兄弟，真是多亏了你，真是多亏了远山这孩子才能有今天的成就，要不然可怎么办呀？怎么了，小吴兄弟？小吴兄弟，你醒了？总算是醒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凌晨了吧。我爹说你是累了，你要好好休息休息。你的手做复健了吗？周木木身体恢复怎么样？还有三儿，三儿在干嘛？你们今天有没有好好训练啊？当然了，我们都按照你的计划一步步行动了，你先不要操心这么多，你再睡一会儿。一航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是我的错，才会让你这么难。你安心睡会儿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做。啊，睡觉吧。我要说三件事儿。第一，一航最近病倒了，全国小组赛又迫在眉睫，我决定顶替他的工作。他的工作你怎么做？你打算重新学习文化课啊？我背下来。第二，我之前这个队长呢当的不是特别合格，做了很多傻事。现在我们距离比赛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形势非常严峻，我们远山小队的成员是一头野兽的四肢，我们要共同进退，没有后路。那第三点呢？第三点嘛，今天食堂的鱼香肉丝不错，去晚了就没了。
有时候我们会给自己设置很多想要超越的对手，但我们最强的对手不一定是别人，而可能是我们自己。做一个决定并不困难，真正难的是去实施，去坚持到底。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底。你好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我这才几天没回来了，变化这么大。这就是偶像的力量。嗯，